好不好？我们开照之前要谢谢 SHE 台湾 Anko 厂应援核心团队，因为这些朋友呢，他们不是台湾人而已，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的歌迷，我觉得这个力量非常神奇。你们透过可能网络啊，或者是各样各种各式的方式，把这一份爱这样串联起来，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。这需要很多的时间，花心思。虽然我们知道每一场歌迷都会给我们应援的惊喜，可是我们都不知道。